好啦，翻嚟啦。又收收嘢先啦，冇咩做就咁啊，每一日都有啲嘢收嘅。咁啊，俾少少錢你就安慰下你咁啦，只 game 就冇乜特別嘅。咁又到條片嘅最值得睇嘅地方啦，就係十抽噶。咁今次有乜嘢抽呢？咁樣新店元道即咁樣就特別抽蛋，咁剩翻十日啦，就係抽呢啲嘅。啲人都幾靚嘅，不過即係呢啲唔氪金嘅 game 咧，我唔氪金咧，其實就即係你不斷咁抽新人就冇乜用。咁你真係靠啲舊人咧疊落去咁樣先會勁。咁然後咧，我就係、是、咦唔見咗幾個舊人，算啦，咁我焗住抽新嘢。咁啲高級店員招募計劃咧，咁我又一張都冇嘅到而家嚇，亦即係點樣攞咧？我就亦都係一個問號對我嚟講。咁我就事不宜遲，即時抽嘢。好啦，今日試一試我運氣係如何先啦，即嚟個十抽先啦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咦撈喎？哇，竟然要撈喎？係咪會唔會有新人咧？落咗落嚟咧嚇，如果要撈嘅話，如果中多隻 set set 收咧，咁我 team 咧就可以勁多啲咁多叫做。好啦，我而家拉啦。哇，咩嚟嘅咧？喂，彈兩下，我三下喎、啊。睇下先，有呢個喎、啊，今次真係。ここは鉄。呢啲。クナイル改革委員会のセリアです。冇乜特別嘅。咁就嚟緊呢，咦有新人嚟喎呢個，私の実力はこの程度じゃ。咁我試咦法律フィンドポート騎士式軍学院所属のホブリン、ルーザー教官殿の命令により参上いたしました。狩りの腕が上がったな。私は全員、さっきは店で事故を起こしてしまってごめん。お金がないから訓練し続ければ強くなるの。喂，真系中到喎 ，SSR 喎，究竟咩人嚟嘅啫？我唔想读啊，好紧张。哇，噔噔，系只猫嚟，猫女啊。構わなくていいよ。好彩啊，今日。体を温めてるだけなの。中咗一只。ここって本当に暖かいな。有三星 SSR 嚟嘅。系啊，冇俾錢嘅，好。ここは部外者立ち入り禁止の。我今日抽到啊！有冇人打緊呢只 game 啊？如果而家我打，你有冇呢只嘢啊？好彩咧，系咁樣噶。有咩人嚟嘅呢只？哦，呢只魔法師嚟嘅。咁調走我邊個好咧？咦，一抽已經有八 level 喎，呢只佢都即系都算係即系。唔使我做咁多嘢，睇下 3D 个样系点先。喂，几靓喎，定下佢先。佢咧系抗毒性系特别弱嘅呢只嘢，咁水属性就强啲，其他嗰个雷同埋火咧都系零，都系普通人嚟，普通。好啦，咁啊抽完呢十抽啦，咁有冇得再升一升佢咧？睇下我呢只系咩人嚟先，反而中咗 SR 咧系。新人嚟嘅嗰只 SR， 反而 S 咧就系冇喎，封面冇喎，系咯。啊，佢又冇话即系一啲人，某啲人系一队，佢又冇呢啲嘢。啊，冇，唔系主角嚟嘅呢只猫系，即系其他系冇乜特别嘅，原来普通料嚟啫，系咯，咁样样啦，不如就。系咁，二都升一升佢先啦，睇下有冇機會再升一升佢。呢只話曬都係 SSR 咁樣樣，睇下先。喺度啦，咁我就即時請佢食飯先。係啦，升啊！喂，一嚿水升到咯，升到十八。なんで強くなってんのに暖かくなってないのよ。咁我就可能去要去。要去呢、這、一個打日常任務啦，就去打翻同一啲升level有關嘅嘢先。
咦，今日得剑啫喎，咦，咪我可以打钱？咦，但我打晒喎，原来今日，屌咁啊！因为咧，佢每一日咧就限定你打八次嘅啫吓，咁如果你再打咧，咁你就用你啲锁匙咯啊。咁我得廿，我有廿七条嘅，咁可以打钱，其实打钱，咁中级咧就要六十咧先打到，咁我而家唔使理喎，基本上，诶、唔得喎。不用喎，原來都完全唔俾喎，即係唔俾你狂打錢喎，咁我好難升喎，大佬。筋肉得唔得啊，師傅？筋肉咁我數一數佢咯，我就攞呢啲嘢咯，數一數佢先，可以數五次，咁咪數咯，用五條線，仲爆底，攞到呢一堆嘢，咁應該都升到唔少嘢咯，都 OK。但系你话系咪升到上五十几 level， 梗系冇可能，我觉得难升啊，难升难上，我真系难上，我真系讲真。喂，咁错真系，攞42粒，9000几蚊，呢个82，应该唔得啦，应该唔得啦，应该可能攞多十粒到，唔够钱添啊，唉，冇啊，喂，升到45，竟然可以。你強くなってんのにあったかくなってないのよ。咁都可以喎，可以打下喎，真係攞下嘢啲。咁我升佢嗰個 level 之餘咧，仲有啲其他嘢可以升嘅，可以升佢啲技先，升佢啲技能。哇！呢個世界就係咁噶，啊抽到啲好靚嗰啲咧，就即係不計成本咁俾曬佢乜都。なんで強くなってんのにあったかくなってないのよ。じゃあ頑張れよ、世界。なんで強くなってんのにあったかくなってないのよ。虽然知佢有冇用，但系即系呢啲。なんで強くなってんのにあったかくなってないのよ。一勁人咧就喺度炫耀啊，四位。可能大家唔想要呢個人，咁就試。剁翻鋪先啦，啊，咁樣樣咧就即刻換佢出嚟試下咩？咁換走邊個好咧？換走你啦，你就冇辦法噶啦。而家有 SSR 就變咗 SSR 就要退位。由於我驚打唔贏咧，我就決定放棄咗呢個劍嘅女人，我就捉翻。咦，有人同我一樣喎，有人同我都係抽中呢個，但佢已經升到97 level。算啦，我呢啲即系玩得太慢就，哎呀，仲要唔够体力衰到打，唔紧要啦，用一支，用一支咁咯吓。哦，原来呢一版都要捞添，啊，好耐冇捞过，可能有啲复活节嘅，啊唔系，黐线，万圣节 event， 所以就有啲其他 update 咁。剑手一如以往就系，咁佢剑手好稳定嘅啲实力，又即通常都一 Q 就一只咁，稳定。因为啲盲攻击技能，但系咧我呢队有个缺点就系冇得加能源，冇得加能源就即打飞白就嗰啲嚟嘅。魔法师，真系同我以前打开嗰啲 game 魔法师又少，即系有啲嗰啲夹正，战手就都稳，真系稳，下都千几啊嘛，即系杀，系咯，佢啲连攻真系好劲，咁咪赢咗。咁個功勞都係戰手，因為魔法師咧要儲槍咧，即係佢唔係一撳就即刻出魔法咧，所以係即係等一陣先出。但係佢出咗個招又唔係特別勁咧，搞件事就魔法師就有啲暫時啊，我感覺上可能升勁啲就會遲啲唔知啊。咁就試咗個新人啦，都 OK 嘅啊。咁就嚟緊。下一集再见啦，打住咁多先啦，因为系啊，咁啊，大家继续帮我呃钟啦喺度，好冇？咁就下次再见啦。